再来关注的是在今天台股的一个表现。台股在今天盘中大涨149点，要请教志玲哦。最后台积电是收平盘，结果压抑到整个指数的表现哦。这个涨幅呢都收敛了，这是不是跟现在散户信心不够有关呢？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 M1B 跟 M2 就是一个所谓的资金动能指标。那这个资金动能指标在去年的10月这个地方死亡交叉。死亡交叉。过去很多人说这个死亡交叉就是空头，你要去放空。但是如果你去年在这个时候放空，刚好空在最低点，对，好，那就被嘎惨了。没有错。那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其实跟大家讲，因为 M2 其实没有什么变，这个是因为利率拉高了。那很多人可能觉得，哎，利率拉高，我把钱放去定存啊，或做一些比较长期的商品，它会在 M2 的部分。所以 M1B 它只要是一个比较流动性高，它可以投入股市的。所以现在这个信心不足呢，昨天最新公告的散户信心的这个指标就是证券划拨余额。你买股票要交割嘛，那这个交割的钱连两个月下滑，而且已经是5个月的新低。5个月的新低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，为什么散户现在没信心不做了。当然原因是什么？很难做嘛。我想你最近看到这个财经节目，每一个都跟你说，哦，最近股票好难做啊。对，一买然后涨一天，隔天就跌。所以我们可以我用这个比较独家的数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说其实台股目前其实整体的结构它也是呈现一个死亡交叉。对，因为我们上次来节目有跟大家分析过这个我们自己独家统计的数据，其实为什么难做呢？因为台股目前整个上市柜加总起来偏多股票的数量是红色线，那绿色线是偏空股票的数量。那其实你可以看到目前是偏空股票的数量明显高过于偏多，所以投资票就会偏空的加速是高过偏多的，对，而且这个差距是蛮大的，蛮大的，所以代表说你现在买到一些股票，可能技术线型上面是比较偏弱，会很不好操作。那再来，当然是要涨的时候呢，只要经验老道的投资朋友都知道，你要做股票要赚钱，通常要有个领头羊，领头羊来带动，要有个族群在带。好，但是呢，其实现在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强势的一个族群，我们自己统计的，它其实在前一波这一波的台股高点是出现在这里，但是其实这个强势股的数量在这个地方就见高了，所以指数在过高的时候，这个强势股的数量在往下，其实现在大概也都是在相对低档的地方，所以你会发现很难做，所以散户慢慢现在比较没有信心了。那当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来看一下现在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融资断头的环境。其实斐宇，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个最新的数据，融资是在晚上还公告，所以其实到昨天最新的数据是156%。那我们按照过去的经验跟大家讲，黑色这条线是160%，所以按照经验就是告诉他，它只要低于160%的时候呢，其实蓝色线是融资维持率，低于它的时候呢，它不是盘整就是跌，不是盘整。不是盘整那就是跌，这是去年的时候。那现在来讲的话，它是刚刚跌破160，所以如果跌破160的时候，就是告诉大家目前大多数都有套牢的情形。提到融资套牢量，我们就会想到在先前很多人买 AI 股就被套牢了，尤其 AI 伺服器真的套了很多人。对，所以要再请教志玲了，现在针对这个 AI 伺服器呢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是要先避开吗？像3693的银邦，它的融资使用率高达53%以上，很高，对，而且维持率到昨天为止是144%，今天盘中还快涨停板哦。但是投资朋友，他的筹码是有点乱的哦。我们看到下面的散户是持续性的买进的哦，所以这四档股票跟大家报告一下，融资的成本是大家可以特别去注意的。对，好，就是如果后续这些股票有涨到这个地方，因为他们使用率偏高，而且维持率也都是掉到这个状况之下，那靠近，尤其你看成名店，对，他今天最高就是融资成本的地方，就是很多人到这里成本就是今天的最高点，没有错，就到这里会很想要解套，所以这四档就是跟大家讲，融资使用率高到成本的时候，那你就要特别的小心。好，如果说这个 AI 一军哦，伺服器，我们现在要先暂时的比较保守，先休息一下的话，要再请教志玲。那接下来呢，谁有机会可以接棒？好，那我跟大家报告，就是会走到应用端，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会上礼拜跟你讲说，他很多的客户开始在走这个边缘运算，开始应用到手机跟 PC。对，所以我们看到台积电的部分，
它目前还是在季线之上，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其实行情第四季来讲，行情是不错的，只是在融资这种状况之下，你要买，你可能要先买龙头的会比较稳定，所以你看到台积电或联发科。他们的股价线型其实都是在月季线之上，对。而且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，开始走 AIPC， 像翼龙电，那目前翔硕它也是华硕底下的一个子公司，那这些的线型都是半导体的，所以这些也都是在走 AI 应用的。所以我跟大家报告，如果你接下来要操作的话，可以先在这个方向。好，刚刚芝琳让我们看到呢，如果接下来这个 AI 伺服器呢，可能因为筹码太过凌乱的关系，要先休息一阵子的话，那么 AIPC 现在时代来临了，相关的概念股是可以值得留意的。我们现在关心的是，这是华为传出他们要发射上万枚的6G 移动低轨卫星哦。不过要请教芝琳，官方是否认的，但他会不会只是想要低调一点？没错，低调发大财，闷声发大财。你看他上次这个发表那个手机，让那个美国震惊之后，现在连禁令都提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现在当然要赶快出来否认啊。但是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低轨卫星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趋势。我们先看龙头，这个是 SpaceX， 它在年底之前要升空120次，120次，那算一下，在年底的时候剩一个月而已，两个月而已，那几乎每天都升空，每天要升空大概两次时间。所以当然这个趋势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复合成长率是非常的高的啦。那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低轨卫星的题材，当时提到这个起机都还在100块之下，现在都100多块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在操作方面的话呢，我们自己国内鸿海集团它也不遑多让，在最快下个月也会有11月就要发射升空了，也要发射升空了。所以当然这个是第四季的一个题材啦。那如果我们要做低轨卫星的话，先看这个指标股的森达科，它几乎是所有低轨卫星的厂商都可以吃到这个商机。而且呢，它第三季的这个整个营收的部分占比大概高达了60%。所以我们再来看股价线型，因为现在大盘弱势，在月季线之下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帮大家找这个月季线以上的一个股票。所以当然它走势出量之后量缩整理还在所有均线之上，所以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指标股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来看其他的，这个是起机，它是做这个阵列天线的，就是卫星它会在跑，那要去锁定它，所以这个也是涨了一大段。对，那过去这个都是缓缓涨，那这边也开始做一个量缩下跌，经过整理，那大盘还没站回去月线，它今天也是稍微站回去月均线的，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，因为美国现在宽频基建也都是在持续性的一个在做推广的动作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量缩得很小，这种量小的一个股票就是在涨的时候你先不要去追，如果它能够量缩是黑的时候再去买。哦，所以它现在有点要往上，但是量没有补上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看成交量的时候，就是红的时候不要追，量小的时候就是买黑不买红的一个做法，买黑不买红，所以这是提醒观众朋友。那当然，鸿海要发射卫星的话，它旗下的这个建汉那你也可以特别去观察一下哈。对，就是它大概在11月份这个就要发射了哈。那到明年5G 跟WiFi 6C 也都是在明年会大爆发，那这股性比较温吞，也在所有的均线之下，对，所以你可以当作一个观察，如果鸿海发射的话，它真的能够出量涨，这个是要出量才能买，没有出量就不要去追这个。建汉是要出量才可以跟，这个是要买黑，买黑，这个是要出量，所以这三档股票给投资朋友做个参考。